故宫有严格的文物保护制度，每天早晨他们都要打开七道大门。市面上流传一种说法，故宫夜里闹鬼，所以早来的人应该大喊一声走着啊，这要不要啊那个啊啊哎好嘞哎好。真实情况是这样的，他这里头有什么小动物啊什么的，有些他蹭家窜出来了，晚上没人嘛，他有一些什么黄鼠狼啊或者什么野猫啊这些小动物。这几只猫也许就是宫廷御猫的后代。陶瓷祖王武生面对的是一只唐三彩马，他你不塞严实了，他这个树脂都没法补啊。唐三彩是古代陶瓷烧制工艺的珍品，一种盛行于唐代的彩釉陶器。三彩是多彩的意思，并不专指三种颜色，在同一器物上黄绿白蓝赭黑等基本釉色同时交错使用，形成绚丽多彩的艺术效果。二级文物，这过去有可能是那个某个收藏家收藏的，最早也是出土的了，捐赠给故宫的好像是，因为这个体积比较大，再一个它这形态比较好，定的级别高点，但是它就是碎的比较厉害，耳朵什么马尾巴都没有了，腿儿，我整个上色的话，因为缺的太多了，有点涉嫌这个创造性修复，所以这像这种情况一般就是解说一下对比，因为那反差太大了嘛，这黑的和白的。主要给它弄成这种颜色就行了，像这个胎露胎的地方，这种颜色就。唐三彩马一般作为随葬品，在唐代非常盛行，可以多方位的折射出唐文化的绚丽光彩。从现存三彩马可以看出，唐代三彩匠师们不仅对马的外貌特点十分熟悉，而且对马的神态秉性也有深入的了解，因此塑造起来得心应手。他们不仅使三彩马在外形上做到了十分逼真，而且充分发挥了艺术想象力，恰当地运用了艺术夸张的手法，使马的内在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跟商业修复它最大区别就是商业修复它得给做完全一样，别人看不出来，那咱们这呢就是多少还得让它颤出点。在接下来这段日子里，王武慎要恢复这只三彩马的完整造型和色彩，很多缺失的部分要发挥想象力，这不亚于做出一件艺术品。就那个下半点三条腿下半点，有时候我们还要找一些以前的那个其他的图做参考。王武慎1983年进入故宫工作，5年前他还和王友亮同属于青铜组，如今他带着两个年轻人季东哥和窦一村担负起陶瓷组的工作。这什么年龄，我还有一个吧，找什么东西？那谁是你弄的？怎么可能是我？不是你弄的，谁弄？我现在什么事儿不知道是谁弄的，都扣我头上。谁说的？那种东西我们都不用啊。我这号称飞锅侠。因为我们等于用的都是有机材料，就是其实模仿它那个无机的那种质感，那种瓷器的光泽。这是碎的酒瓣的，把它裂的可以演的。故宫藏有陶瓷器35万件套，他们三个人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。这是贴封条，这是过年过节的一个传统。拿钥匙得签字。他们工作的这块区域叫西三所，曾经是冷宫。王武慎走过的地方，也许就是当年冷宫的妃嫔们走过的。
文物修复场所用电非常严格，不准自己烧水。每天早晨他们都要集中去开水房提上一天的开水。那咱自来水直接用的文物不行，得做点那个没有里边没有离子的那种叫纯水，至少里边它不会有氯离子，因为咱们这个氯离子对这个文物金属会有一定腐蚀作用。我们俩上那哪儿去一趟？上那个首钢工。铜器师王友亮十几岁就出来工作当学徒，徒弟高飞则是上完大学再从事文物修复。故宫仍然有传统的师徒制，现代社会如何处理这种新型的师徒关系，王友亮、高飞给出了很好的示范。他们走过的地方就是著名的慈宁宫。明清两代每逢皇帝去世，先帝的后妃们就升级为太后、太妃，光荣退休。在慈宁宫、寿康宫这片西北区域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，这里以前被戏称为将近300年没有男人进来过。王友亮师徒今天的任务就是为了恢复寿康宫原状陈列，对金属文物做除尘保护。虽然清宫戏里老佛爷动不动就起驾慈宁宫，但真正住过慈宁宫的太后屈指可数。寿康宫建在慈宁宫西侧，规模比慈宁宫小，显得更宜居，是乾隆为生母崇庆皇太后修建的寝宫。清史记载，寿康宫一共住过3位太后，其中乾隆生母在这里生活的最久，共42年。为了给故宫博物院建院90年献礼，寿康宫将完成史上最强复原。时隔244年，200多件曾经深藏故宫库房的珍宝将重回寿康宫。他们正在擦的是世界上体量最大的海南黄花梨柜子，略懂木质家具的人会知道它有多么贵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柜子里面设有暗格，当年故宫初建博物院时从中清理出珍宝100多件，原来这里是太后珍藏自己最心爱的珍宝的地方。你有时候你现在你机器做出来都不一定有这好，是体量最大、体型最高的这样一座大柜，所以这大柜还特地给他建了个2层的小仙楼。他应该是从别的地方移过来的这大柜。嚯，烫以后真漂亮多了，万彩生辉。是，但还没烫蜡呢，再烫上蜡就更好。还是尽量轻吧。我上班的时候，我们师傅已经66岁了。所以说一些重劳动都得是我们做，都是师傅在后边指点，就是哎，这应该怎么弄，那应该怎么弄，就师傅在后边说着，然后我们来做。尤其登高的东西那更不能让老师傅上了，一般情况下我就不上了，也不是说岁数大，反正有年轻的呢尽量就年轻的来上。你看刚才这高飞来了，那这自己都穿那个，好看多了，这气派就出来了，特明显哈。乾隆的生母当年也许就像这样，坐在这里欣赏过自己的柜子。这个还是老祖宗能人多呀。也加上那会儿你不该好好弄，皇上就能砍头。现在院长不会砍咱们头。然后把梯子撤走，照章修后照。紧张的工作结束了，王友亮要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。